一直在找寻那里有什么，但是没有旅行，一切都是空想。是无聊的在家里浪费时间，还是到世界的各个有趣的地方去旅行？这完全是你的选择。VR 旅游软件下载好了，VR 眼镜也买了，把手机连接到眼镜，很好，我们出发吧。看，那边就是阿图斯圣山，下面不远处就是圣保罗修道院了。 修道院内藏有东方三博士给小耶稣的礼物和圣潘杰列伊蒙的圣镯，我渴望了好久，终于要亲眼见到三博士的礼物了。来，让我们靠近圣潘杰列伊蒙的圣镯，向这位伟大圣人祈求身体健康。哇，请到苹果商店或谷歌商店一键下载安装，足不出户来旅游。